士得啦，係咪？中學生，點解今日會呢個裝備出嚟咧？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口罩好難買啦，同埋既然自己屋企有咁樣嘅裝備，咁無謂浪費人哋口罩，加上又搶唔到，咁咪慳住啲用，用住呢個先。同埋佢嘅防護性更好咯。以我所知，當年沙士都係用呢個啫嘛。係。會見焗啩呢個？舒服過一啲口罩，其實會舒服過一啲口罩。舒服啊！會舒服過一啲口罩。即係戴得耐，佢都唞氣啊。還好啦。啱啱嗌完咁多次口號都冇喘氣。講下你嘅個訴求啊。我覺得其實個訴求好簡單嘅啫，就係要求政府去全面封關，即係唔好再俾有可能帶有疫症嘅人過嚟香港。咁其實內地而家爆發得好嚴重啦，咁香港係未去到嗰一個程度嘅，但係香港政府係冇封關啦，即係繼續去俾一啲內地嘅人嚟香港啦。而佢繼續 claim 佢自己係符合呢個世衛嘅建議，就話唔好造成恐慌啊，點點點。同埋佢話咩內地可能有啲香港人咁樣，咁我覺得其實是兩樣嘢嚟嘅，封關是你可以不俾一啲唔係香港人的人落嚟咯，唔代表你封關就要全部人都不俾落嚟噶嘛。你可以內地香港人可以翻嚟，但是你不可以俾一啲本身不是香港人嘅，可能帶有疫症而你又 check 唔到的人落嚟咯。因為佢而家個檢測方式淨係睇你有冇發燒啫嘛。咁其實你食完退燒藥落嚟，就算你帶有病毒你都唔知嘅。而佢係好多人都同佢講過，佢當聽唔到咯。呢一層當然有可能啦，咁加上而家都有啲人喺網上面已經見到，好似內地廣東省已經派緊一啲本身係香港政府先用得嘅 CSI 口罩，即係懲教署整嘅口罩，而家喺內地都已經見到有好多人派緊，咁其實都可以見到香港政府可能某程度上都聽緊內地政府講緊啲嘢咯，然後封唔封關可能都未必完全係佢嘅旨意，但係要去救香港，即係對於香港人好嘅話咧，就一定係要求佢全面封關，唔好再俾一啲唔係香港人而可能帶有疫症嘅人落嚟咯。咁而家咧，醫護都罷工啦，呢個禮拜講曬直撲街，政府都係唔回應訴求咧。你覺得市民可以點樣講曬直撲街，幫到支聲援啲？我太直接了，我覺得兩件事啦。首先呢、這個政府大家都知道佢係可以叫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啦，即係佢每次都一定佢唔會應承你啲咩，佢唔會聽你啲咩嘅，除非你影響到佢咯。然後醫護罷工係咪真係對佢有影響？未必影響大到令佢可以全面封關，因為我哋都見到啦，工會嗰個投票係幾千人，三千幾人啦。但係我哋即係醫護界嘅人士係有上萬人噶嘛，即係幾千人嘅罷工可能未必代表到啲，即係可能佢就話代表唔到啲咩啦。咁然之後佢就話影響唔大啦。但我就覺得唔係嘅，我就覺得呢三千幾個醫護其實唔係淨係代表響佢哋自己，而係代表緊幾萬個醫護人士都係想跟他講話，我哋唔介意，即係我哋係知道自己份工係應該去盡量為病人醫治，但係唔係好似你咁樣不停咁放啲人落嚟，然之後攞我哋條命嚟教飛。呢個係好多醫護而家應該都諗緊嘅一個想法啦。咁至於點樣去聲援佢哋，我覺得如果醫護罷工佢係唔聽嘅話，咁咪全民罷工咯，全部人。佢唔可以唔聽，因為咧，你如果佢真係唔封關，然之後令到疫症有機會喺香港爆發，好似內地一啲城市咁樣嘅話咧，咁其實到時候個經濟都係跌嘅，就個經濟都係差。你而家唔罷工，你到時候都未必係有得做。但係要動員到全民罷工都唔係話唔容易喎，應該都支持要罷工。咁有冇話會覺得
好似用嗰啲抗爭手法，好似之前反送中咁，即係回應訴求咧？你覺得係咪要其實係嗰啲激進啲嘅手法啊？有冇會唔會可以？唔排除嘅，呢個係有機會啦。正如醫護嗰個聲明都講咗話，如果因為係非緊急醫護工作會罷工，然後如果唔回應訴求咧，就會升級成為全面嘅罷工啦，醫護界。然後之後再會有啲乜嘢進一步嘅行動，都係有可能嘅，我相信。咁你依家係咪都學校延長咗學期？係啊係啊係啊！我哋本身而家考緊試嘅。但是就是因為它延長了，變相考試沒有了，即是考試是的，本身我們放完過農曆假是考試，但是現在就是因為假期延長了，變相我們沒有了考試。而這件事如果它在十二月尾的時候已經肯聽的話，是不會有這個情況發生的。是的，會有一個即學校內爆發的風險，因為學校都是一個集中的地方，同埋都是小朋友為主。再者他就話，即同學生而家唔使翻學咧，咁可以減免很多的口罩用量啦。他就話可以減免很多口罩用量，但其實相信讀得書的人都知道是會出去補習啊點噶嘛。其實他只是想著靠這件事，但是他又不自己去買口罩，他又不去幫市民去找一找口，去幫市民緩解這個壓力，他就是覺得哦，那你們不要上學，那就多了口罩出市面，這個是不切實際的想法。讀緊高三中六